每个女人后面就是一段爱情故事，这个爱情可能让她上了天，这段爱情可能让她落了地狱，痛苦余生。你们想知道怎么样找到你的另一半吗？想。我教给大家一个秘方，这个很灵的，还是要闭上眼去观想，把你心中你的爱人观想成